特别，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车友的聚会，还蛮有趣的，因为那些小游戏，就玩得还蛮开心的。因为这活动算是我第一次参加，就是有玩有吃的，第一次参加就觉得还蛮满意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也是很充实，就我觉得主办方然后工作人员都很用心的，就是很少看到这么一大团那个2.0都在一起骑，觉得很兴奋的感觉，觉得。就很开心嘛，然后也有认识到一些朋友，这样之后可能还会一起约出来骑这样。其实骑起来很稳，而且会越看越喜欢，还蛮耐看。动力方面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啊，油耗方面真是太厉害了，就我一台15可以跟一台125比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啊。然后我觉得这台车对于我来讲，它也是那种适合骑一骑出去旅行那一类，反正至少很适合我吧，我很喜欢。对，我会想再参加。我会继续一直参加，因为这不会太有压力的活动。有举办活动，我一定还会很积极参加。